朝的时候吧，达官贵人常用的这个驱蚊贴，后来慢慢的演变成内化了，就是在里面作画这种形式。我现在做这个内化一直快有21年了吧，小就接触这个内化嘛，那时候就感兴趣，就坚持到现在，有的一天两天就能完成一件，复杂一点的题材需要10几天。这件作品是狼的作品，断断续续的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件。